讲气场这个，我们要能够提一下，因为尽管大家，我先问一下哈，有您有在用减半的？如果您本来没有减半，就显得觉得好像就跟我的差不多。可是您如果有去有在用减半的，请问你减半内容都是什么来的？很多没有被打出来，但是除了只是在上面打以外，很多只要只是会从过程里面把它抓出来，然后就很努力的靠直接上去接上，这是一种方法。但是他自己接上久了以后，有时候不小心会爆发，啊，不然就错字，有时候多听一次，真的也有可能哦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平常要回到最原本的方法，因为我先问一下大家，请问整理资料的时候，假设我今天要做简报，你要准备资料，请问你会直接打开简报来做资料整理的这个动作，还是先在 Word 里面先把那些资料先收集好？都有，对不对哈？但是一般来讲，在简报里面因为不太适合放太多字嘛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过，因为在荧幕上，所以其实你要在荧幕上去就是显示很多字越加嘛。但是你收集资料的时候，可能内容很多，等到你要做简报时，你是做一些摘要的部分。对不对啊？这里啊，假设它有三段，也许要截取前面两三句话就好了。那剩下的我口头讲。好，那你在做这些段子的时候，其实就要回归到我们 Word 里面。从 Word 里面，大家在用的时候啊，因为 Word 大家都比较熟悉嘛。你在用 Word 的时候，有没有用过一个叫做大纲模式？平板并没有用过，对不对？因为平板进去都嘛叫做总页模式。对啊，你们平板进来不是都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所谓的模式在哪里？对不对？对。你看这里有没有很多种模式？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大一点。你看，你们进来的一般我们内地址都在总页模式啊。整页模式就，等于你打的就是大纲第一条，好不好？可是呢，其实它还有一个叫做大纲模式，那在这里你没有看到，啊，因为这里不常用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在打开。对，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用过了哈，那我把它打开，叫你看一下哦。好，有看到大纲模式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大纲模式在这里。那大纲模式要用什么？那就牵涉到一个什么叫为什么要有的东西叫大纲模式？大纲模式哦，简单来讲，其实就是所谓的摘要，也不能算摘要，有点像我们书的那个叫目录，书的目录。那么你在这个把它整理好之后，其实从上我们在看书的目录的时候，你看到它内容吗？没有吗？都是那个大标题、小标题，有没有？大标、次标、小标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啊，第章节一，然后一区什么标题，一区二、一区三，或者一区三区一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大纲模式，那有没有比较概念一点？有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你今天什么东西要拿到简报里面的，我先在这边把那个内容大纲就准备了。那你准备好之后，我再直接就汇到了简报里面就好了。因为你会发现说，你用这种方式比较有效率一点。不然的话，比如说你 Word 整理好了，你这里去做一次，再贴过去，直接反做第二次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看，其实如果大纲模式你要用的话，最好是加上配上那个样式，样式，什么叫样式？在这里，这个地方大家平常要用哦。预设的内容对不对？有没有标题一、标题二、标题三？对啊，那个叫样式啊。你很明显知道，你要看到标题一，它就比这边比较大了，对不对？那其实，如果你能够把这两个搭配起来，其实如果你以后你想要念那个什么，对，那个进修，然后再念硕士班嘛，其实真的一点太难，因为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会用，不会用不行的，不会用教授的来弄，那个真的太难了。因为要写论文，然后一定要做的，因为平常我们在做的哈，各位如果平常在用，你都是几页的啊，一两页啊，十页以内。里面的是很不错啦，就是直接从那个上面有没有？你不是在上面这边就直接做那个文字的大小啦、粗体啦，有没有？你如果老是用这样的，十页里面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当你超过十个以上的，你要再做的时候，所以那个你就会发现那个效率就有差了哈、哦，而且你要再改的时候就不一样。那先不管样式好了，我们至少你要知道怎么在做大纲模式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显示这里有个大纲模式，哎，基本上每方反应有点不一样。那先不管它，我这里有准备好一个大纲。我找一下，看看来。好，在这边哈。OK， 你可以看到，我先恢复到正常模式，给你看一下整页模式，有没有？看起来都长得像样，对吧？你就在今天里面，今天我们在简报里面啊，假设你的这个内容，你看我们在这边，这边有这个标题，对不对？标题，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摘要嘛，副标题，然后有简单的内容。我这些东西呢，本来你是每页简报都是要贴上贴上。现在我就不停的贴上，我现在握着跟整理了，好、哦，现在握着整理了。那怎么整理呢？你看一下，在这边。好，你现在可以看到这里，我把那些标题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好，都准备好了。那么你进到所谓大纲模式的，有一个东西你要用的就是上面这个，要放大一点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大纲模式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这个，就是这个工具列。这个工具列，它决定所有的阶层，好、哦，这个阶层，这边阶层，你看这里有没有阶层一、阶层二、阶层三，有没有？一二三四，这个阶层一表示什么？你把它想做这个目录啊，阶层一就是最大标，大标，阶层二就是小那个次标、副标题，好、哦，阶层二副标，那阶层三一般我们就不会在简报里面就不用到了，主要用两层。原来要先两层比较多，当然你要怎么做，我还有再更小的直接进来也可以吧哈。只是一般我们刚才用两层，就是大标题跟那个副标题。那所以呢，今天你如果把内容整理好了，你看呢，我现在这个，如果你要把它取上来，说什么分阶，这个地方呢，我让它另外一个，是，这样你可能要看一半，这里有一个。好，也就是说我现在邮标是在这里，这个好第二阶，如果你要把它提上来变成大标题，我就在这边按了一个叫做分阶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长得现在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上来的，可是相对的，如果你是我的内容，你是我这页内容，我就把它降阶，降下来代表一件事情，你现在看到的在一份简报里面，简报制作就变成大标题，然后下面这个呢，下面的这些有没有就变成我们下面内容里面的那些内容，下面那你大概了解意思吗？所以你就是利用这个工具，那你是要第一阶还是第二阶？好，第一阶、第二阶。那我现在这个整理好了呢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哈。好，我们就回到这边了，现在回到这边，刚刚简报已经在这里。好，假设我的内容我想要放到这边了，怎么办？你一个人贴上是一种方法，可是你看我们从这边，我们可以从大纲插入投影片，对不对？好，从大纲插入投影片，好，点一下，好，你找到那个档案，好，我现在找到这个。不过我现在因为我那个 Word 我开了，我要先关掉一下。好，你如果打开了之后，它会没办法再进来。好 ，OK， 我选到它了，按插入。好了没？你来看一下，你看左手边，一、二、三，有没有进来？
有没有给你用锅底贴上，锅底贴上靠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样好像整车会比较高，明白这意思哈？当然有些时候可能你整理好了，可是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就是好像项目是太多了，你可以分页再把它分成两页没关系吧，对不对？这个这种分页我们在简报面做就比较快，因为我整面呢就主要就整理那个完整的资料，那你在这边呢就像这样，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把这个真的我就进去这边复制一份的哈，把它复制贴上，然后我就可以决定好这一页我可能就讲到这边就好。然后下一页呢，才把这个上面的删掉，这样，所以一样都是简报制作，但是这样制作是难的。而且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是我的简报把那些字体那个都做好，所以你看一进来之后，这些上面的这些字体能不能都它都正确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没有发现呢？这每天做跟一天的做差别的地方在哪里？哦，你今天这样，如果觉得哎这个字还不够大，没有关系，我就回来抹片法。这字不够大，点一下，你觉得这个大标我想要再大一点，44好像跟上面一样，40。好，那我希望这个，这边的话还是占一下颜色好了哈，占一下。蓝色的，好，我再关掉。请问有没有全部都改完了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用抹片做就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资料的部分呢？如果你能够在Word里面把它整理好了，我们把它丢进来，就是复制这样哈。你会发现说这样可能第一个资料正确率会比较高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速度上差很多。那今天如果你真的不 OK 的，你就把这个删掉，重新在 Word 里面打开，电脑再收进来就好了。那你在改资料的时候，你也会比较不用担心，这页是有没有改，那页是有没有改到。好，这样你在做应该就会快很多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哈，内容制作的这个这个从大纲，那当然你可以看到标题一、标题二，其实标题一跟标题二自动标就能接成一些朋友。你连那个按上下都不用，可是因为我刚刚没有讲样式嘛，所以我才发现说，你要按上面分阶还是什么降阶，有没有？其实如果你会善用那个样式的话，就像当你套用了标题一的时候，自然就会自动变成第一阶，啊，标题二就是第二阶，会像这样子啊，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参考看看了，这样会了吗？不是很确定，因为我觉得我是多嘛。没关系的哈，这个给你参考。也许你现有的工作流程，你可能比较习惯让复制贴上的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介绍的小问题，怎么用复制贴上，它是翻单的，对吧？好，那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个方法，下次有机会你再试看看哈。那么再来跟这个我讲过怎么样？我们那个版面的配置啊，所以你尽可能可以的话，我们尽可能不要自己搭了。好，你自己搭的话比较辛苦嘛，那你要对位置。那么如果可以占用它上面就比较 OK。当然有些时候不可否认，它上面的也许会比较多。那这个时候你还是要自己做，还是要自己去搭那个文字方向来做啊。但是可以的话，就尽量用那边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好。